我看看，第三个是第二个这个，第三个就是咱们民族的问题，因为咱们早就知道了，大大部分的嘛，你家家里有的就是呀，你不能弄到的，你家里就是。我反正就是说，现在这个员工，可能他把自己家里弄得特别，你说现在这个，你说他不行。
I'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one.
I'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slide.
I'm going to go to the next slide.
I'm not going to do that.